诊疗室美胸科男神磁铁制造机，我要挂号。你这次又有什么疑难杂症？我的男神约我去他的演唱会啦，我好紧张，不知道怎么穿比较好。你的男神他是喜欢那种前凸后翘的身形吗？我刚好现在手边又有一个秘密武器哦，跟你分享好不好？好，就是这个啊， SoftNet 超轻盈气态罩杯，我又叫它是男神磁铁制造机。哇，很性感耶，很漂亮，对不对？很多的女孩子身形是非常好的，可是平常就选错武器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完整的展现出自己较好的体态，这是非常可惜的。它可以自然的达到集中托高，再加上打造出圆润饱满的深 V 胸型，所以你可以展现出非常漂亮优雅的自信。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内衣当中的气态罩杯，摸摸看是不是有 QQ 的感觉。有欸， QQ 的，很像珍珠欸。对啊，很舒适哦。所以呢它穿起来真的舒适性是非常好的，那它又是兼具了功能跟时尚的机能性内衣，更重要的是它搭载了这个会呼吸的面料，所以你会发现到穿起来的时候除了舒适就是不会有闷热的感受了。而且它外观真的很美欸，有种甜美法式风、啊、好眼力。你仔细看它的这个表面的面料当中的这个多层次多变的蕾丝花卉的设计，它的这个收口边缘是非常清晰又精致的。那你知道吗？它运用到这种多变的方式做堆叠，所以你会觉得哦，又有立体度，而且富有层次感。最重要的是哦，你可以拉拉看那个蕾丝的结构，它是非常扎实的。为什么？它运用到的是传统的针织手法，所以可以让它的结构变得非常的牢固，就是不会变形啦，很有弹性。对，而且支撑性也非常好，所以你穿起来会很挺。好，对啊，今天我们在衣杆上面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服装，我来帮它搭配看看。好，那所以呢不管是在洽工或者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就是那个霸气感对啦就出来了，你一定要有那个专业的形象。好，但是还是要有女人的韵味嘛。好，你会发现到哎，对耶，整个胸型还有它的这个完美的体态都完全的展现了。而且你会发现到穿上红色的这个颜色会让肤色更显白皙感，对不对？整个人的肤色也都亮起来了，会有很好的红润好气色。比如说我们要去 party 还是要约会的时候，对不对？对。好，那所以这个时候要比较性感一点，那这时候可以怎么办呢？哎，像这件，这件哇，透明感的布料，哎，你看换好了是不是很漂亮？超美，跟刚刚的西服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造型，对不对？所以在生活当中，不管日夜工作的场合，在约会的场合，你都可以搭配穿搭出不同的这种风格来。好，你想要展现专业，想要小露事业线展现性感，这件内衣呢它都可以让视觉更集中，你的性感的这个指数就会大喷发哦。哇，好好看哦。对呀、啊、那我现在就要来试穿。没问题。哇、wow! 天哪，我是性感女神吧？老师你真的很神耶。你要记得哈，以后有什么疑难杂症记得都要来挂号哦。打勾勾，打勾勾，再打勾勾。放电诊疗室解决你的疑难杂症。